我知道了，因为呢，毕竟他们就是才刚来台湾，我们可以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欢迎光临飞碟唱片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唱片行的老板娘叶光奶奶。今天我请到的这一组嘉宾呢，哦，这个城市我非常喜欢，他们是从澳门来的。MFM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豪，我是吉斯，我是 AJ， 我是老板娘，要加入人家团体有没有？有够莫名。好了，因为今天他们毕竟就是这已经是第三次来了，对，哇，我想你们应该中文已经非常的不得了，也不敢说，还好，嘉豪就是很强，所以他不排不算他，对，那主持跟 AJ 怎么样？有顺了一点点，对，但是还是有时候会词不达意，真的哦，应该还好。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会没有那么轮转，就是因为你在澳门工作，然后可能来台湾，短暂的，就是可能第一天来可能会有点来不及，可是可能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就渐渐越来越好。是，我昨天来也是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卡住？真的，真的会。你不是没事会讲中文、讲国语吗？不是，就是昨天，比如说看文字都念不出来，就可能要一天时间习惯。幸好今天是第二天，昨天刚好没工作这样。哦，你说有文字会看不出来，是说那个繁体跟简体？没有没有，看我都会看，只是说念。可能广东话跟那个就突然没有办法转换，我觉得真的这样蛮累的，还好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立刻呢，因为我们来打工嘛，唱片行没有付薪水，我们是付时间，然后那我们就只有就是一分钟，他们有三个人只一分钟，好像有点小气，所以我们先玩一个游戏，我们原本游戏只有一个，但是因为你们来，说我们做了两个游戏哦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先送你们30秒，但这30秒呢，要你们先回答问题。我们出了一个快问快答，我们总共有6题，答对一题就有5秒。好，突然忘记，那你们就是谁答都可以，只要答对就可以了。好，抢答吗？就不用抢答，就是讲出来。只要是对嘉豪答就是一样，然后主持答也一样，会都可以，你们一起讲都可以，只要讲对就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计时30秒，我们小编计时器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计时30秒开始，请问这张专辑名称叫做《现实动态》，请问 NFN 的成员有谁？AJ 主持嘉豪，哦，很棒。请问这张专辑中嘉豪独唱的歌曲叫做《其实你也不是很爱我》。那请问主持独唱的歌是《下辈子也要遇见你》。请问 AJ 独唱的是《假装成熟的孩子》。好，那 AJ 你要回答这题了。请问专辑的背后，你们拿了一个东西，有一个手拿了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卡带吗？卡带，对对对，卡带。我们广东话会说 cassette 带，对，因为是英文啊，它是 cassette， 然后这个是嘉豪家里的古董，对，真的是我家的古董，现在很多人家都应该还是有吗？好喂，时间到了，对不对？还没，他们是在时间内达成的嘛？哇，好棒！而且你知道刚刚你们在听他们答题的时候，都只有嘉豪跟主持在抢答，你是不是没有来？我反你没有来，是不是？反应不过来就要讲国语。如果你说广东话，我就很快。哦，我刚才想说，我旁边是不是没有来上班啊？没来打工。好，所以他们有90秒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二个游戏。我跟一个，但我听说，虽然他们在那个赌场工作，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在那个，就是比较少赌博。对，我们也没有赌博。我们现在呢，对，因为就是想要玩一个就是 lucky 的游戏，我们来玩比大小。对，这是台湾人在买香肠的时候，就是买香肠，就是在赌香肠。我知道，我有一次去那个忘记哪里，然后他就是玩游戏，赢了就可以一条香肠，对，就是要跟老板。今天有香肠，没有，今天是要介绍专辑，我们来介绍专辑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比大还比小，然后呢，你们只要赢过老板娘，我们就是再加30秒，就变2分钟。可是如果没有的话，要扣，扣30秒，那就白费了。好像有点那个，好哦，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我也好想送你们那个，送你们多一点，好啊，不要，我觉得30秒太少，我觉得如果你们赢我的话，我们就是 double， 就是一分30秒，再加1分30秒，好，3分钟，你们到1人10，对，不什么，可以唱歌，怎么这么棒啊？好哦，那我们现在就来，好了，你们有3次机会，只要赢我就好，你们要比大还比小？比大吧，好不好？再过去，你决定。
我还没有抓到怎么玩。你还其实我也不会玩的、欸。先看你是。好，我先试试看。四颗吗？不是五颗吗？四颗，然后两颗一样的，然后就是两个点数一样的、哦，然后剩下加起来。哦 ，lucky 是 lucky， 好像是这样。我就是没有赌香肠，我是去买香肠，买香肠呢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喽。好，我先。哎、欸欸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好，你再丢进去。哎、欸，可以，他们一定会赢啊，因为我只有三分，两个六哎，但是你有两个六扣掉算啊，就是两个点一样的之后就拿掉，对、哦，所以你只有三分，我只有三分，你们是不是随便都可以赢我？真的吗？好，这样好了、啊啊啊，那我们一人一颗，我决定要比小，哎、啊欸，不要随便讲那个，我放两颗啊，一二三。哎、欸，一样，我也是蛋哎，一样，怎么可能？好好笑、喔，怎么可能一样？给大家看，就是有两个六嘛，跟他一样，然后像、欸、你知道这个在台湾讲的叫做 B 级，因为 B 级是最小哦，就是最小。B 级是台语吗 ？B 级是台语，对、嗯、对，又不是脏话，就是最小，就是怎么这么、嗯、这么衰，类似这样的意思。哎、欸，你刚才没说如果和怎么办？嗯，平手，平手、喔。平手，不要再一次好了，没时间了，我们就两分钟吧。那我们现在把专辑放在你们手上，那你们总共就是有120秒，两分钟的时间，可以来好好介绍你们的专辑。你先说主题。那我先唱一段吧。哇，怎么这么棒？那个最寂寞歌副歌，好，最后一段吗？好，还是第一段？最后一段，好。好、哦、我们现在计时两分钟开始。比寂寞更寂寞。比难过更难过，你不轻易伤害我，那一次足够痛一辈子，锥心之痛的感受，比脆弱更脆弱，比折磨更折磨，困在回忆受不了，出不来回不去，我满身伤口等谁来拯救？耶、yeah, ，这是最寂寞的歌，然后是 AJ 写的曲，我写的词，然后也是这张专辑现实动态里面的一首主打歌。这张专辑其实为什么叫现实动态，就是希望大家多留意我们因为现实动态是那个 IG 跟脸书的一个功能嘛，大家可能都很热衷上面，因为它是倒数24小时就没了。那我们想说把这个现实动态放在我们真的人员之间的沟通，这个倒数的话就是可能啊，我跟你见面是最后5次了，在倒数、嗯、你们还会一直看手机，吃饭的时候不聊天，就是玩手机啊之类的嘛、嗯、所以就想说要大家留意，可能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时候多留意真实的沟通，放下你的手机这样。嗯，那还有就是这首这个专辑呢里面有8首歌，然后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合唱歌，但还是会有3首我们3个人各自的独唱歌，因为都想大家除了听我们和声的部分之外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本身的声线的那个特质，所以我们3个人的 solo 歌都其实各有特色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听一下哦。可能我2位 partner 不会开箱。对啊，我想说外面为什么不开呢？这个是开箱的一个环节，为什么不开？还想说，嗯，好，哎，这我再不开，已经有点毛哎、欸，我帮你拿走了。就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专辑，就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澳门一个设计师帮我们去设计的，就我们就特意去了澳门不同。你要打开了吗？那你怎么也是拿着啊？你也要打开？就先说完嘛，就在我啊，你们说，你们打开，就我们在澳门不同的地方就拍我们这个专辑的照片啊，所以这个里面。这个歌词本里面就有你们的照片，然后是在澳门拍的，就可能你都会很熟悉这些地方、嗯，都一定去过。时间够了啊！等一下，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我要补充？Follow 我们的 IG，Follow 我们 IG， 脸书打 MFM 就找得到了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好、欸，真的2分钟就不能再讲了、哦。我有一个很好笑的东西要讲哦。你要讲笑话吗？没有，就是这个故事很好笑、哦。真的故事好啊，不听很浪费哦。狼有情妹有意吗？狼有情妹有意。大家都是很觉得很甜蜜，对不对？哦、我跟他，你知道这个拍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骂我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那你还可以笑得这么开心，就是因为他是被虐待吗？享受。因为摄影师说开心点哦，开心点哦，这样、嗯，然后我们就吃冰淇淋嘛，然后他就。他就是你吃大便了，你吃大便了，怎么这么可爱？
就笑成这样了，根本不能好好说话的哦，不能好好说话，所以要拍出这么甜蜜的照片，就是要讲一些很奇怪的话，才会有办法拍出这样甜蜜的照片，不然其实是拍不出来的。对，好，太熟了，因为对啊，哦，你们这张也是啊，这张脸贴脸，我想哦，这个其实我们是有一点想睡了，哦，对，才可以拍出这样的想睡的感觉，对，我这样子身体贴得很近，你知道吗？超近的，啊，真的很近，就脸都已经，你们三个人根本就是靠在一起了。然后他一直骂我，但是他说很想亲 AJ。那你不懂，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他一直骂我，欸，他说你剪，這個，你剪鼻毛啦，這個，我想这个团体还可以这样，真的是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他们来介绍他们的专辑，赚多两分钟了，真的哎。不过我觉得很棒，是因为他们还有唱歌，我觉得唱歌就已经补足我们很多时间。嗯，对啊。好啊，你还在翻，还在对。真是完美，有没有一直在做？好的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MFA 来我们的唱片哈，希望他们之后每一张专辑都可以来打工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飞碟唱片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